一分钟告诉你学习的重要性。Read after me, abandon. 各位同学，学好英语很重要的，不然以后很丢人的。切！我件衫抖咗啦，好啱我啊！即刻着出去食饭。嘌呤过剩对人体有害，老火汤里面呢就有很高的嘌呤。哎，这位同学啊，你不学好生物呢啊，以后来也是你了。操！啊，哇！你做咩啊？妈，我痛风啊！哎，唔怕，我阵间煲个老母鸡脚汤你饮啊。好啊，有够啦！哈哈哈哈，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。你不学好语文，以后很吃亏的。宝宝，我今天的衣服好看吗？靓，有几靓啊？六，我现在要你夸我，有没有别的？牛皮有几靓？东汉末年，天下三分。放学请你吃牛房啊！唔好讲嘢啦吓，学好历史，受益终身啊！爸爸怎么评价诸葛亮这个人呢？发丝奇侠，不爆发。那他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？野区一打五啦，我做，琴晚攞咗个五杀啦。要你读多啲书啦。同学们，这个南北的分界线，我明已爆满北方啦，有咩问题啊？